干嘛不让我吃呀？每人一份，谁让你早早吃掉了自己那份？土豆豆，我分给你一点吧。水灵灵，你真好。土豆豆，你应该减肥。什么都可以减，就是吃的不能减。哎，看来你一辈子都减不了肥。哇，明明刚才吃饱了，怎么又饿了？好吃，又香又甜。噎住了，救命！谁在那儿？这是个意外。谢谢你，我差点被噎死。肚子又开始打鼓了，这就是美食家的痛苦呀。原来你的梦想也是成为美食家呀，真是知音。来，这里有美味的粽子。这么久了，风小小又跑到哪儿去了？什么东西？老大。终于找到你了。老大，我在这儿。是土豆豆，你们怎么会在一起呢？刚才我救了土豆豆，而且他对我的梦想很是欣赏，然后我们……不用多说，我知道了。土豆豆，风小小是不是救了你啊？是的。那你就应该报答他。其实也不用。放心，我会讲义气的。只要你肯帮忙，我也讲义气，给你更多的粽子。真的吗？当然，很简单，把小灵珠给我们一个。难道你想忘恩负义？好吧，我答应你。啊，有小灵珠的消息了。嗨，亲爱的五星蚂蚁。博士，这次我们要去哪里啊？新出现代表正义的异系小灵珠出现在泉州的森林公园。泉州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，曾是世界四大口岸之一，享誉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泉州作为起点的。哇哦，我只知道有陆上丝绸之路，没想到还有海上丝绸之路呀。当然了，人类开拓梦想的道路可不止一条，我已经准备好五星潜艇，这次你们就走水路吧。那还等什么，为梦想出发。这句对白不是我说的吗？急成这样，又不是去约会。别说了，走吧。我有恐水症，还是你们也出发喽？不要啊！这是对我们海陆空作战的能力测试。别说了，快进去。老大，你笑得好邪恶呀。小灵珠在泉州。敢说我邪恶，要不要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邪恶？泉州这么大，去哪儿找啊？哪那么多废话，再大也得找，赶紧出发。你真有精力。他今天怎么神神叨叨的？有古怪。大家快别愣着呀，快帮忙抓小灵珠啊。我想我知道在哪里了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
在那。啊！木墩墩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潜水艇里根本没有小灵珠。快点想想小灵珠在哪里。我想不出来啊。在哪里？我一定知道。我想起来了，潜水艇里有探测器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终于找到了，你们俩没事吧？小灵珠是我的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拿走的。幻灵水炮，雨雪雷波。豆豆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，你忘了答应过我的吗？弹涂飞鼠。土豆豆，你对不起，我只能这样做。给你，我们的事扯平了。当然当然。小灵珠，快追！好。土豆豆，你干嘛呀？我也是被逼的。这下好了，小灵珠让他们拿走了。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已经知道了，不过我还是想听听土豆豆的解释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我吃粽子噎住了，风小小救了我，他们要小灵珠作为报答。我也讲义气，给你更多的粽子。真的吗？把小灵珠给我们一个。我没办法就答应了。不是，我兑现自己的承诺，难道我做错了吗？你能够坚持原则这很好，所谓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，可即使为了道义也不能做错误的事情，你不该受到诱惑而忘了自己的使命。我知道了，下次不会了。对不起，请大家原谅我。知错能改，我们会原谅你的。谢谢大家，下次我一定会将丢失的小灵珠夺回来。不是我，是我们，我们一起夺回来。团结，团结，加油，加油！我饿了，在抢回小灵珠之前，我能先吃点东西吗？这次终于得到小灵珠了，要好好吃一顿庆祝一下。谁让你先吃的？是你呢。幸好我藏了一个包子。霹雳雷电。味道不错。鲁大，你太过分了。哇塞，真是太好吃了！哇塞，弟弟太好吃了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老大抢走了我的包子，我只能来这儿找吃的。他还一直反对我成为美食家。我们一人一半吧。哎，自己的梦想追求不被认同的心情，我很理解。我也经常被同伴们埋怨。说我爱用粘土捉弄人，可我是一名建筑师，爱玩粘土再正常不是吗？所以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还是不会放弃自己的追求。同是天涯沦落矣呀。让我们一起为自己的梦想追求加油。马上回来集合，
新的小灵珠有消息了。我要回去了。我送你。谢谢，我要进去了。咦，他们要去寻找小灵珠，我要赶紧回去告诉老大。亲爱的五星蚂蚁，好香的西湖龙井茶呀。博士，小灵珠到底在哪里啊？哦，我都忘了，这次还是代表正义的异系小灵珠出现在苏州园林。苏州园林在艺术界非常有名，被誉为咫尺之内再造乾坤。啊，好想现在就去看看。章鱼热气球已经传送过去了，我也该启程跟老朋友去品茶了。听说茶叶有生发的功能，我正好实验一下。明明就是摔倒了好不好，你能不能别那么逗嘛。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是我雷震震。现在有了这颗小灵珠，本天才的机甲就如乎天意。老大，好消息，老大，你竟然背着我偷吃东西。凤小小，你自己吃东西居然不给我，我真太生气了。风小小，可恶的馋猫。蚂蚁去了苏州园林，小灵珠出现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，赶紧出发。小灵珠是我的。我们还要多久才能到达苏州园林啊？还要半个小时。哇，太慢了，比蜗牛还要慢。博士一定有自己的想法，你就别吵了。好慢啊，太慢了。不好了，气球要破了。我的腰好疼啊。我的脸。真正的勇士要勇于面对各种危机，这是博士对我们的考验。我宁愿做个书呆子。别磨蹭了，我们上去找找看。是小灵珠，快来，我看到小灵珠了。好了，哟吼，暴天龙卷风！又见面啦！怎么又是你们？你们是怎么跟来的？当然是土豆豆告诉我们的。我没有。雷震震，你休想破坏我们之间的友情。我们才不会相信你呢。信不信由你，反正风小小的身上有智能徽章，只要靠近蚂蚁基地就能够听见消息。风小小，你竟然欺骗我，我还以为你好心送我回家，没想到你竟然是去偷听的。我对不起。把小灵珠还回来。把他们都吹飞。暴天龙卷风！蓝图飞索！大家抓住我的手！有了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再追，我就没劲了。哈哈，终于把他们赶跑了。
的，这是上次的小灵珠。啊，嘿，土豆豆，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小灵珠，你拿走吧。方小小，老大，是我们做错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。胡说，我们哪里做错了？哼，博士曾经说过，大丈夫行事当光明磊落，意思是我们的行为要端正，做事要光明磊落，不能偷偷摸摸。你们利用朋友在背后搞小动作是错误的。哼，我们怎么做是我们的事，不用你来教我。别跟他废话，快把他送走吧。只是雷震震一个，饶了风小小吧。风小小，嗯，用风葫芦离开。下次的小灵珠一定是本天才的。真是太好了，小灵珠回来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件大事了？当然是吃大餐啦。土豆豆，你忘了你要减肥吗？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啊。看来你一辈子也别想减肥了。好不容易收集到一颗小灵珠，你竟然把它送给了五行蚂蚁。你还有脸吃？老大，我错了。